西雅湾的所在人真多。苏烈来到围将车停好势了后，伊找一个梯花边，迄、那个红毛拖椅啊，总啊坐伫遐欣赏大海。雄雄即当阵在伫伊坐所在附近，又搁停来了另外一台进口轿车。李太太伊真自然总啊翻头过甲看。伊雄雄影着车内有两个人，感觉非常的熟悉。一个注意甲看麦，看一个伊拢硬去。做面梦，伊都想袂到。来到这，去的遇到帮文甲甲着婉玲两个人。这当阵，伊看见着因两个人坐在哩轿车内底面，非常的亲密。然后帮文甲先落车，了后伊行来甲婉玲的这车门边，家开车门，然后就两个人无限的亲密，就安尼行对着梯花来。婉玲的头壳去靠在哩文角的胸前，这种的动作看甲素丽心肝头拢规个焦冷起来。哪会安尼？婉玲甲文角因，哦天哪、啊！无怪今仔日无穿甲我讲，婉玲伊变真济，原来因已经，哦可怕，可怕！婉玲哪会变甲安尼？因哪会要做这种的代志呢？陈太太看甲拢硬气，伊无错意，伊也无怨妒，伊感觉这个事实太不应该。伊为着婉玲的翁婿王祖谦感觉同情，现在伊对着帮文角的人格感觉讨厌。为什么伊要去破坏着别人的家庭呢？本来伊想要家发声，但是伊考虑。若是见面者三个人恐怕足歹势，伊忍落来。但是想袂到讲婉玲的目睭真金，婉玲已经看到伊啊。嗨，阿丽，你来来遮。婉玲，想袂到会伫遮来拄着恁。是啊，我嘛感觉足意外。阿丽，你有感觉讲我减肥成功啊吼？无曾有甲我讲过啊！即当阵帮文甲非常奇怪，伊拢总无甲着郑太太素丽来招呼，伊只是啦目睭金金掠素丽伫咧看。阿丽啊，我甲文甲来遮吼，就是要参详一桩代志。哦，我敢会当知影？当然会当讲互你知影啊，阿丽。现在我已经航空公司的职务辞掉了呢。哦，有找到更好的心。阿丽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你紧替我欢喜一下，我两个要结婚了呢。什么？你不是在滚生笑了哦？真是的啦，我跟祖谦已经离婚了呢。是啊，祖谦有同意先。伊同意啊啦！结婚了后吼，人我要甲文雅来住伫个美国。阿丽，请你莫怨妒我。我知影你伫个学生时代，曾经为文雅痴迷过，也我即马将你心目中的偶像给抢过来，就亲像恁翁较早嘛是我的男朋友，因为你，恁翁甲我来分开，最后煞来娶你，即马咱两个人拍赌去。阿丽，你会分我袂？袂啦，我袂分你，我顶多会祝你幸福。安尼嘛，跟差不多。安尼证明讲，阿丽啊，你是我的好朋友哦。婉玲，阿你敢袂后悔？袂啦，我甲文家是真心相爱，有啥物通我反悔嘛？吼，文家。对，阿丽。你放心，多谢你的祝福，我会用我的爱甲我温柔，予婉玲永远都袂后悔。但愿恁的幸福，祝恁白头偕老。李太太说的最后，干那讲一句话，希望恁的幸福。白头偕老，
当然伊只有即句话通讲啊，这个变化，这个结局已经有够戏剧，四人规个理智拢超袂乱去。帮文家甲着婉玲将有结婚啊，因无顾着亲友反对，无顾着世俗甲道德，因做着了爱情的叛逆者，因相宿相飞，结婚了后随时搬去美国。有人讲婉玲到尾一定会后悔，也有人骂帮文家无道德，抢走着别人的某。可是事实已经未当改变一切。帮文家不管是好人也歹人，伊也是有感情的，但愿因的幸福美满。人讲结合是缘分，无定着一切老早就注好啊。相逢本有缘，只是郑太太伊较安怎样想，都想袂到讲伊甲文家的相逢，竟然会来造成着这段姻缘呐。许多的恨和